家好，这里是业界首个健康类的真人秀节目《走你万金油》，我是见证者田悦。王潘，从上次录节目到现在三四天了啊，这三四天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没有啥太大的感觉，反正就是整个人现在显着的更精神了，啊，又瘦了不少。血糖现在好了没有？好了，现在已经现在好好了。那听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把159传递给你身边的小伙伴了，他们吃的怎么样了？我这周围现在有不少人就看我吃完了，也跟着我吃，他们的效果现在也挺好。5天前就有个大姨看我妈吃挺好，她也跟着吃。这大姨这个5天当中就瘦了，就是能有将近10斤吧。完了血糖也正常了，她吸收的也挺好，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也挺好。那他没吓着所以吗？说我。可是今天早上上我家来了，他就是说的，感觉自个儿瘦的太快了。我太太，一共是瘦了32斤。那个，让你太太上来给我们，就是展示一下。可以，啊，我太太在我身在边身边儿。啊。哎哎哎哎，不呀不呀，不能看不能看。这个是你什么时候的裤子呀？这个是我，头年就是开春的时候买的，去幺九之前，我一共换了3次，一点反应都没那有。你身体的这个，从你最早的接触159到现在，你的除了你这个体重的变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月经也正常了，完了脂肪肝没了，最高兴的就是脂肪肝没了。啊，来，王潘，我看看你的裤子。是，我就为了录今天这期节目，我特意把以前的衣服找，这裤子我得拽着点儿，要不的。他这个，你看他往下掉，哎呀，啊，已经平了啊，已经平了。对，哎呀，恭喜王潘！是，我们接下来咱们还是老规矩，整个的测试一遍，就算是完结了，你已经完美出炉了。我这测血压之前，对了，我这个刚才不说这个检查报告吗？嗯嗯，对，这块儿这是血糖，这是血糖值，我离近那一是点多儿，少那能啊？看出了不？血糖值是多少？12.57。哦，这是什么时候的报告？这块儿有日期，2016年11月份，能看清楚嗯，吗？能，王班，健康体检报告，嗯嗯，这块儿。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都有。哎呀妈呀，你这要是上学的时候，你这对号不错呀。上学的时候题全对啊。啊，这是我自己的名儿，我啊，单位。哎，我大家先测一下这个血压，这是。137/94。我给大家测个血糖，6.4。6.4，对，完全正完常。全正常了。恭喜王潘，血糖通过我们的159灌食啊，达到了完全正常值。这就是159神奇的自愈力，大家看得了吗？96.4。96.4，因为我这个从开始到现在，这个一共没超过1个月，我这在1个月的期间里头，把自己的血压跟血糖现在已经就是说达到正常值了，这个我感觉就是说在这1个月当中，我这个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你知道这个159是怎么，能够把三高调理正常的吗？它是就是说调节我们自身的治愈力，调节我们身体里头的平衡，这种营养均衡，人体的治愈力就自然而然就又回来了。所以说我这个三高就是说咱们通过咱们人体治愈力吧，他们逐渐的在发挥作用，所以说我们就是都正常都降下来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了159的这个营养均衡不一般，一次又一次的见证了我们身体本能的自愈力，能够吃东西解决的问题，就不用再吃药了，是药三分毒。好了，至此呢，我们的王潘的血糖篇告一段落。在这里呢，有没有对于天道社群、对于邯郸老师、对于整个帮助过你的这个朋友们啊，给他们最后讲几句感言？
首先吧，我要感谢我们的邯郸老师，没有邯郸老师就没有我们的幺五九。再有呢，就是说的要感谢我们的天道社群，感谢我们的李永军老师还有孙红姐，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现在这个天道社群这么一个牛掰的社群。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个也达不到我就是说今天的效果。再有就是说感谢我们的天悦老师为我录制这个走你万金油，让全国更多的观众都能看到这个节目，通过这个节目找到自己的健康。其次就是说最主要的我还要感谢我的王平老师，我之所以就是说的一步一步能瘦下来这么多，能达到今天这样的效果，与王平老师就是说的指导与关心是分不开的，特别感谢王平老师，谢谢大家，也谢谢我周围的朋友长期就是这个一个月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我呢自己也是幺五九的受益者，要不然我不会去宣传幺五九。我之前呢我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鼻炎患者啊，我一个唱歌的遇到一个鼻炎真的是一种致命的。当我知道幺五九把我鼻炎治好的时候，我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我就把它传递给我身边的朋友。当我身边的朋友除了鼻炎以外啪啪啪啪好多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小毛病干净全都好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责任，我应该去为更多人做一点事情。感谢所有的这个天道社群的导师，在做走你万金油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对我大力的支持，如果没有你们的话，这个节目将不成立，因为我真的没有胆量在一个大胖子的时候就说我帮你把它瘦下来，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勇气，这不是一个人的勇气。感谢天道团队啊，我们都会前赴后继的啊，把这个幺五九，把这份健康传递给身边所有的人，更远更远，让我们一起见证幺五九改变中国人的亚健康，一起见证我们人体真正的自愈力。那么最后呢，邀请一下我们的薛红姐以及王平老师啊，看看两位老师对王潘在讲些什么，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讲些什么。本期血糖篇到此。